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凯安，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那这是卡皮巴拉 GO， 好，旭哥来分享这个史上最多主题吧，这样最新的隐藏版序号啊，热腾腾的又刚出炉了。那旭哥一样有换到，所以可以拿到很多钻石啊。那旭哥直接拿给大家看，哎，这个奖励先拿一下，挂机的也可以拿到钻石。那旭哥钻石，等下拿一拿看可以到多少，再给大家看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礼包码确实是可以拿的。这个旭哥刚拿到，32分钟前，因为刚才做其他事情，还有这个一些奖励这边，然后这边礼包码旭哥拿到过的都给大家看一下，确实是可以拿的。所以，但是都限时限量的啦，这个是官方的设定，一样有问题去找官方反映。对，跟旭哥讲没有用啊，你要跟官方反映才有用，好不好？然后这边还有这个礼包码的兑换网址，在信件可以找得到。点进去，它有一个 gift code， 那个点进去就可以到那个网页了，非常简单，比以前打特工方便一点啊。点进去这个网址就可以去那个网页，然后 UID 那些复制贴上就可以了，比较简单一点点，稍微，但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啊。他们做了这么多年，结果手游也没有再改良一下，没有把它改进一下，没有把界面做得更简单一点，蛮可惜的啦。好，那礼包码确实可以换，这个最新的换给大家看，还拿到蛮多的，一次领起来好了，拿到600多钻，加上哇200多抽，哇又可以来抽了，等下礼拜天再来开抽。那大家看一下哦，那个钻石旭哥已经来到差不多7200钻了。7100多嘛，这差不多7200了，这可以拿一拿，这个挂机的，对，差不多7200钻石可以免费拿，这个旭哥是完全无氪的哦，就是这样轻松拿就可以拿到那么多了。好，那后面有这个礼包码详细的兑换教学，要最新的隐藏版需要总整理，那都是有实际拿到的，大家刚刚有看到嘛，确实可以玩，那限时限量，所以不要再来问旭哥了，就是限时限量，就这么简单。然后有问题都去找官方反映。那旭哥就是分享最新的资讯给大家。好，还没订阅频道呢，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那频道有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还有礼包码、礼品码、兑换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这个可以复制起来。接下来呢，就是跟打特工兑换的方式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到邮件里面呢，它就有这个礼包码兑换的网址，然后你点这个 gift code 这个兑换地址，它就可以跳到这个网页去了，或是你也可以直接输入网页也可以。那旭哥会提供给大家，会帮大家提供。那一样，它的这边就是输入你的 game ID， 然后就这样复制贴上就可以了。这次比较简单了，数字比较少，接下来输入像是礼包码 CP。666，然后再输入验证码，就跟那个打特工一模一样啊。反正你就验证码，就找一个输入这样。好，接下来按这个 redeem， 就一模一样的兑换方式啊！我靠，好，按 yes， 它有显示 congratulations， 然后这个就寄到我们的信箱了。靠，根本就打特工啊！我靠，这款是不是他们是同一个公司啊？好，接下来就是把它改成777，根本就打特工啊，连这个都一样，连兑换礼包码方式都一样，也不就是进化一下，也要跑到网页兑换这样，改成 CP777 礼包码，然后验证码输入，再按 redeem， 再按 yes， 嗯，为什么？是我输入错了吗？看一下，还是那一组可能只能用一次，没关系，帮大家测试一下。哦，这个验证码错了，反正刚刚有兑换成功就对了。好，没关系，我们帮大家测试一下，因为很多组啦。因为它有一些是不是可能只能用一次的？
因为它有 CP 系列，那我们测试小写的好了，小写的 CP666， 它有一些帮大家测试一下，验证码输入再按 yes， 啊，兑换成功 ，congratulations， 这边就兑换成功了，那都到邮件去领取奖励这样，接下来输入这个大写的 lucky， 然后2024。反正兑换的方式就这样啊，大家看了一次就会了，然后就讲一次应该就可以了。以前打特工还讲很多次，其实这讲一次就可以了。然后验证码输入哦，2024啊，怎么按 Lucky LUCKY 2024大写的，然后输入验证码，像旭哥是5079嘛，接下来按 Redeem， 再按 Yes， 它能显示 Congratulations， 那就表示我们兑换成功了，就是这样。好，那大小写的 CP 系列应该都可以用了。刚刚旭哥有换一个888测试是可以的，然后999小写的来测试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有这边 congratulations 大小写的，因为刚刚有测大写嘛，那我们小写可以测这样 CP 999 888也可以。好，那接下来输入小写的 lucky 2024 lucky 2024这样。那一样就是验证码，刚刚大写嘛，现在小写的验证码输入 lucky 2024，按 redeem， 接下来再按 yes， 它就显示 congratulations， 表示我们兑换成功了。这个到信件去领取奖励，跟打特工一模一样的这个换法。好，那我们换完之后呢，就可以到信件。这个选单点邮件，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礼包码了。旭哥有实际兑换成功，大家看到一分钟前、两分钟前，这个都是实际兑换成功。这么多礼包码，确实是可以换的，换到一堆资源啊，什么资源这边超多，还有这个邀请函啊，兑换码、礼包码的这个奖励 ，Discord 奖励，这边一大堆礼包码兑换成功的，所以旭哥是实测是可以使用的。那后面帮大家总整理那个限时的礼包码的兑换的一些 code 啊，然后还有兑换的网址，这样帮大家总整理，大家也可以看那边。那不过那边是限时的，所以哎换不到也不要来问旭哥好不好？那个都限时限量的，那帮大家总整理就好了，大家自己看。那旭哥帮大家总整理一下礼包码呢，序号在这边 CP666， 然后大写的、小写的 CP666 大写的也可以，然后 CP888， 那这个都限时限量的。所以大家只要换不到的话，不要来问旭哥啊，就是反正他都限时限量，跟打特工一样，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同一家公司的不知道，反正就是做法都一模一样，那也到网页换，蛮麻烦的。CP888，然后 CP999这样，然后 LUCKY 2024 LUCKY 大写的2024，小写的2024，接下来是这个 Orange O R A N G E， 接下来是这个 K A N N A， 然后 A S S E N。然后 LIANG， 然后这个 YOLOIOO， 然后还有 ATUATU， 然后 TSUKI， 然后 MLIAO， 接下来有这个 CAPYBR， CAPYBARA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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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就卡皮巴拉 GO GO 了 ，CAPYBARA GO GO， 然后 DD87878， 傻小，好。接下来是 YORO 1027，还有这个 NICO NINI， 那接下来还有 KRAPY， 然后 YUNABB， 接下来有这个 OVERLOAD， 还有这个 ET1231， 然后 QQDOYA， 还有 CRAZYFACE， 然后 KRESTW。然后 G O O G O E C A P Y E Google 卡皮一一这样，然后还有这个 D O U D O U 大小写大家自己注意一下，然后这个9 Q O Q 9 Q， 然后 C A P Y B A R A G O P I A N O， 然后 U Z R A E， 然后 I R I S 522大小写注意一下，这个 A K A O N I K O U， 然后 G E A R。EABY， 然后 EAREN， 然后 DEL， 还有这个 FIRST， 然后 PLACE first place。那接下来还有这个 BBBB87，
接下来 STANLEY， 接下来 RESTIA， 还有这个 K71107， 然后 CAPYBARAGOHB。还有 CAPYBARAGOKIM， 接下来有 CAPYBARAGOMOUSE， 接下来是 BAMOW， 接下来是 GGBB528， 还有这个 NAIO529， 然后 ROGER， 还有这个 VIVI， 然后 0Z1， 那是 O 还是应该是0啊？因为 O 会比较圆嘛，接下来是 WANGE， 那大家小写大家自己注意一下。好，那史上最多礼包码最新的隐藏版需要都有分享给大家，那大家赶快去换吧，都是限时限量的。一样，后面还是要讲一下，大家换不到的话不要来问旭哥，因为旭哥有换到，那限时限量的，那旭哥就是抢先分享给大家，大家看到赶快去换。啊，这个都是有数量限制的，所以。不能换去问官方 ，OK。好，那最新的攻略资讯分享给大家，大家记得订阅频道，我们下一集攻略见。